韩文。Hola, buenos días. 我现在还在学紧日文。こんにちは、私は名前はチェルシーです。我还在学紧法文。Bonjour, je m'appelle Yumi. Ça va? Sé pas allemand. Hola, me llamo Lucas. 我最中意校园电视台入边嘅早晨直播，我仲系实习学员添。我最中意 Expresso， 因为 Expresso 成日会播啲有趣嘅影片，令我学到唔同嘅知识。我最中意校园电视台嘅 Doctor Math， 因为我好中意数学嘅挑战。我最中意嘅节目就系 I Tell You More， 因为可以听到唔同同学对唔同问题嘅睇法。宝良局陈世仁小学系香港第一间直资小学，学校推行新颖嘅教学模式，培养人才，是近年热门小学之一。今日我有幸访问周校长，请他同我哋分享一下办学理念同埋个人嘅热诚。我会问问他系点样将呢份热诚传授俾学生，建立唔同嘅平台，培养学生嘅好奇心同创造力。周校长，好多谢你今日嘅时间嚟同我做呢个访问。咁其实我知道咧，你1999年咧已经喺呢间学校做老师噶啦。咁廿几年之后，今年第一届做学校嘅校长。咁一定有好多感觸啦！咁你不如同我哋分享一下你嘅教學理念同埋呢間學校成立嘅歷史啊！其實講翻歷史就要講到去50年代啦，上世紀50年代，當時咧我哋的確係叫做假梅士學校嘅。咁及至到去1996年啦，寶良局就接辦咗我哋呢間學校。咁跟住喺1999年嘅時候咧，得到陳守仁博士嘅捐款啦，就命名咗而家呢個寶良局陳守仁小學，亦都搬嚟呢個新嘅校舍啦。今年係我喺呢間學校第23年啦，咁啊有幸今年升做校長啦。其實呢咁多年裏面咧，我都主要係教英文為主嘅，慶幸啦可以跟到幾位前任校長學咗好多嘢，咁啊適逢今年到我自己可以做咗校長咧，好開心可以即係同一班同我一齊拼搏咗好多年嘅同事一齊再帶領學校發展落去咯。咁所以係好值得開心嘅，同埋的確我係對學校好有歸屬感嘅。咁我哋咧每一集都會請校長咧帶一至兩件物件嚟，咁就講一講對你嘅教學嘅意義嘅。咁你今日帶啲咩俾我睇咧？好啦，有一隻杯喎。嗱，呢隻杯咧其實都我用咗21年啦。哦，係咪都好耐？都好新淨。睇係冇錯，睇落仲係好新淨。係咯係咯。但每日都仲用緊嘅。哦。咁要講翻個少少嘅故仔啦。呢隻杯咧係喺當年有個同學仔在畢業的時候送給我的，因為在他5年級的時候我們教他，我還好記得有一次默書，他突然間在默書的時候被同學告發他，說他作弊。當時我即時調查了之後，再加上我對這位同學的信任，我知道他的個性他絕對是不會作弊的，所以當時我對著全班同學說，我說我相信這位同學他是沒有作弊的。這件事過了之後，其實都已經沒有人再提這件事很久了，但是畢咗業之後咧，呢個同學一直都同我保持聯繫。其中一次咧，佢又提翻起當年5年班默書嘅呢件事。咁佢就話好多謝我當年咁信任佢。咁呢件事都令我自己再諗翻，其實都唔係淨係老師同學生之間，而係人與人之間嘅互信咧係好重要。咁到而家今年我做咗校長啦，我都要成日提住自己，我對同事都要信任咯。咁所以呢隻杯係一個即係信任嘅故事喺背後咯，我覺得係好有意義嘅。咁頭先咧喺學校行嘅時候咧，聽到好多學生其實原來係用英文對答嘅。冇錯。咁但係咧又見到好多班房咧就唔係淨止英文，有埋其他嘅語言嘅喎。咁點解學校會咁推崇呢、這個即係咁多個語言嘅學習環境咧？我哋學校一向咧都需要學生係學第三語言嘅，係必修嘅。所有1年級同學咧，佢哋先喺第一年咧就體驗曬頭先你提及過嘅法文啦、日文同埋西班牙文三個嘅課程嘅基本嘅部分，咁然之後咧到2年級開始咧就會選修其中一樣啦。我哋好想小朋友咧係可以學習嗰個語言本身之外咧，仲可以學埋背後嘅文化，因為我哋相信咧佢哋係可以透過呢個語言同埋文化咧去開闊佢哋嘅視野咯。咁將來可能面對一啲新嘅事物嘅時候咧，我相信佢哋嘅接受程度都會高啲嘅。周校長咧，呢啲好啲好特別嘅嗜好嘅喎，同觀察係有關係嘅喎。你可唔可以同我哋介紹一下，同埋呢樣嘢點樣樣融入咗學校嘅理念同埋課程咧？我仲好細個，5、6歲嘅時候咧，就已經開始對星空好好奇啦。
於是乎就自己咧走去睇好多同天文相關嘅書籍，某程度上都係即係一種自主學習嘅一個嘅例子嚟。我自己之後做咗老師啦，咁我就覺得好想將我呢個對天文學嘅熱誠咧，同啲同學去分享嘅。咁到其實呢咁多年以嚟咧，我都同過好多同學去過唔同嘅地方，帶佢哋去遊學團啦，睇下外地嘅星空。咁我曾經同啲同學去過台灣嘅合歡山啦，去過新西蘭南島啦，而最特別嘅咧就係喺2017年去過美國。嗱 ，Jennifer， 我考一下你啊，我俾一幅相你睇，你知唔知系咩嚟嘅咧？系咪个月亮啊？嗯，似，不过咧，其实唔系月亮嚟嘅。呢个咧就系其实喺2017年咧，我同同学仔去美国睇日全食影翻嚟嘅相嚟噶。我哋当日都拍咗成个过程翻嚟咧，所以喺而家我哋喺教常识科日全食嘅课堂里边咧，都可以用我哋自己嘅教材噶。系啊，所以系好特别嘅经历嚟嘅。系最好就系啲学生都见到校长你咁有热诚。同埋都有呢個即係 lifelong learning 啊，即係一生人一路咁唔同咁唔停咁喺度學習，我覺得呢個態度咧係會幫到啲學生。你哋學校咧，我覺得做得好好嘅係你哋嘅 musical program。你哋每年咧都會印呢個咁樣嘅咁靚嘅書嘅喎 ，3D 嘅喎，又但係可唔可以講多少少呢個 musical program 有幾多學生可以參與，同埋係點樣去篩選嘅呢？都起碼有即係隨時幾十甚至乎過百添，如果計埋做 chorus 嗰部分嘅同學仔，因為都相當多同學會有份參與喺裏面嘅。當然要經過老師嘅 audition 啦，因為始終 musical 唔係淨係唱歌，仲包括埋咗，仲要係除咗唱歌之外，仲有戲劇嘅部分啦，仲有就係舞蹈。我哋係會請專業嘅舞蹈排舞師去教佢哋點樣去走位同埋跳舞，咁所以結合咗三大元素之後，仲有一樣好重要嘅，同學仔需要有無窮嘅創造力同埋想像力，因為佢要想像一下自己投入咗嗰個角色裏面。例如我哋先嗱有一個叫 Secret Garden 嘅一個 musical 咧，當時有位同學仔本身佢係好活潑跳脱嘅，但係佢就要出演一個因為不良於行而要坐輪椅嘅一個角色，亦都係運用佢嘅創造力咧去演好呢個角色。當時都得到好多即係觀眾嘅好評噶。另一樣就我知道咧，你哋朝頭早咧係冇組會嘅喎。嗯，冇錯。你哋嘅組會咧都係學生自導自編自演嘅喎。冇錯，係啦。咁可唔可以講一講呢個咁特別嘅 program 咧？呢個其實就係校園電視台製作嘅其中一個節目嚟嘅。咁每一朝咧，我哋有6分鐘嘅直播，就係由學生自己去主導同埋製作嘅，亦都俾佢哋有機會去經歷一啲磨練嘅，可以咁講。因為如果當中出現甩漏嘅情況，佢哋會即時做翻檢討。咁而同學仔經過平時恆常嘅訓練咧，慣咗之後咧，每日就逐啲逐啲去進步咯。所以無論佢係幕前或者幕後嘅崗位都好啦，佢都會越做越好。周校長將自己嘅自主學習同埋探究精神灌輸下一代，好值得我哋嘅學習。下一集我會繼續訪問周校長，介紹學校新體育大樓之餘，亦有提及怎樣鼓勵學生參與另類的課外活動，而且會了解家長最想知道的小一收生準則。對寶良局陳洗仁小學有興趣的家長一定要密切留意。